我们已经被吃掉三个人了，拜托大师帮我们铲除妖怪吧！本大仙出手，从没有落过，且看我做法。 妖魔，原来你就是妖怪！我不是，大师，是不是弄错了？我女儿怎么可能是妖怪呀？你肉眼凡胎，当然是看不出来。妖怪，给我现形吧！是好人夺魄，隔空擒魔，这可如何是好啊？过来。 是何方狂徒，竟敢阻止本仙捉妖？他不是妖怪。这位小兄弟，你是何人？这位施主，在下佛门俗家弟子，法号道寂，乃降龙罗汉降世，是一切妖魔的克星。他不是妖怪，只是被施了法术。
那熟啊。你认错人了，我不是。李小媛。你能不能给点力呀、啊？刚刚差点被你害死。不怪你，那难道怪我了？你不是法力无边吗？关键时刻一点用都没有。你们吵什么呢？拜见师父。哎，老季啊，你为何事所烦恼啊？师父。我真的是降龙罗汉降世吗？阿弥陀佛，老季啊，你看到没啊？这拥有无上法力的罗汉金身就在你手上，那岂能有假呀？降伏万妖，拯救世人于水火。唯有你才能完成。师父，可是我根本使用不出这金身的任何法力，就连一个小小的骷髅精都打不过。师父，不会是你的口诀教错了吧？岂能是为师的口诀之错呢？这本身都是你自身的问题。至今你都没有唤醒金身罗汉，所以你就无法使用这金身罗汉之法力。师父莫生气，师父，弟子每日刻苦修行，从不违反清规戒律，一心只想着拯救天下之人的苦难，可为何就是唤醒不了这金身呢？为师知道你已经很努力很努力了，但是就差那么一点点，就差那么一点点。道姐啊，此去300里处，有一个灵仙镇，到了那里找一朵金莲，找到之后一切了然。哎，师父，这金莲是……弟子告辞。向西300里，知道了。是的，好啊，李修元，装傻是不是？那你就一直吊着吧。我记得了。我问你，当年你为何在澄清道上逃婚？当日有一得道高僧，说我是降龙罗汉降世，带我入了佛门。如今妖魔到处作乱，我有重任在身。我要降妖伏魔，拯救天下苍生，所以不能有儿女私情呢。就你，连一个小小的骷髅精都打不过，还降妖除魔，这个笑死我了！你，
我跟你说不通，赶紧放我下来，我真的有要紧的事儿。你想得美，当年你害我被那么多人笑话，你现在脑子别想去。不是，你到底要干什么呀？回去履行婚约。不是出家人，不能成亲的。给我还锁。不可能。那可要不得你。哎，不行了，不行了，喝多，坐不动了。喂，你用不用这么犟啊？我只是让你破戒还俗而已啊。走吧。我不是来吃豆腐的，我不吃豆腐。豆腐，哎，走走走，你尝尝，听我的。哎，来，哎，这位大哥，这家店的豆腐这么好吃吗？好着好着，排队吃。下一个轮到谁啦？看起来有点面生吧。好，小僧道济，初来此地。我豆腐西施最乐善好施，小师傅快请进，让奴家好好款待。啊，不，不是，我不吃豆腐，我不是来吃豆腐，我不吃豆腐。哎，我不是来吃豆腐的，我。小师傅别着急嘛，豆腐马上就来，稍安勿躁。多谢老板娘美意，我不是来吃豆腐的，我只是路过。小师傅，我这豆腐吃上一次保你呀，不想再当和尚，而且终身难忘。将士还不速速就范，我管你降龙还是伏虎，老娘今天吃定你了。精神觉醒万丈光，降妖伏魔呼八方。大哥，你给点反应好不好？敬酒不吃吃罚酒。
放开我，放开我！小师傅，你说你为什么要跑呢？你别想逃出去！你离我远点！妖怪，放开我男人！关你命星横断，印堂晦暗，你这是必死之兆啊！滚开！妖怪，哪里跑？看一边去！女妖怪，我来。不想死就给我滚开！我们南疆独一最擅长的就是对付你们这些毒虫，照在本姑娘手里，你就受死吧！想跑，往哪儿跑啊？我说是必死之兆吧。静心姑娘果然神勇，能和静心姑娘并肩作战，实乃人生快事。静心姐姐，云灵，你们怎么都在这儿啊？我们大老远就看到这里有妖气，就都过来了。静心姑娘，本事怪你鱼尾纷乱，天庭起清扬，你这是情势不顺，姻缘坎坷之相啊。李修言，你再跑，信不信定你十天十夜？放开我，我是不会和你成亲的。等会儿，成亲？怎么回事？嗯，静心姑娘当年有一个未婚夫，但他逃婚跑了。静心姑娘，我跟你说，如果你要是跟我成婚，我绝对不会逃婚的。逃婚？姐姐，他就是当年丢下你的那个负心汉，我放开我！我来解决，我来解决。李修元，你不是喜欢跑吗？我待会儿啊，我让你跑个够！兄弟。今天免费给你算一卦，你这中庭曲折，后庭不入，今天晚上这腰间腿怕是要肿痛啊！这看不得着，看不得着，算了吧。
别磨叽，赶紧给我跑起来。不行了，我实在没劲儿。没有力气也得跑。这边欺人太甚了啊！我就嫌他人怎么了？磨完石头刀，今晚别想睡觉。静心姑娘，你看这小子啊，拉个磨都费劲，长得还没我帅。要不，你重新考虑考虑我呗。闭嘴！过来，快点拉，本公子等着喝豆浆呢。姐姐，你们是怎么定的亲啊？我们两个青梅竹马一起长大，我们从小父母就给我们定了娃娃亲。那他真的在成亲当日跑了？是啊，连句话都没留下。这些年我漂泊天下，就是为了找他要个说法，谁知道他竟然当了和尚。这种负心汉，我帮你教训他。这个叫九生九死丸，吃了以后立刻全身腐烂而死。啊，对对对对对。其实以前他对我还是很好的。嗯，我会保护你的。修元哥哥，你受伤了。没关系，你没事就好。修元哥哥，你为什么对我这么好？我爹娘说了，你是我娘子，以后我们是要成亲的，我当然要保护你一辈子了。那接下来你打算怎么办呀？他现在都已经是和尚了，和尚怎么？和尚我也让他满足。你是不是还喜欢他呀？我怎么可能喜欢他呀？他让我丢了那么大的脸，我要让他做牛做马慢慢还。嘴硬，死丫头片子。哎呀，既然你想让他还俗，肯定得用上这个。这是什么呀？这个呀，这个呀，叫做干柴烈火丸。哎呀，你这小姑娘身边瞎捣鼓些什么呀？这个我先没收了。你快放开我！我真的有很重要的事情要做。我走。我们可以走了。静心姑娘，我们走。来看看吧。老爷，干啥去啊？出游。哎，慢着，你鼻线赤金，眉骨低线，此去怕是有血光之灾。乌鸦，管好你的乌鸦嘴，否则我先让你有血光之灾。哎，燕大侠，去哪儿除妖啊？灵仙镇。我来。乌什么乌啊？跟你有什么关系啊？大家保重，
我要带着家伙去成亲了。金星姐姐，一路上一定要好好保护自己啊。嗯，走了。走了。保重啊！保重啊！哎呦，一路上雾渣渣的，你累不累啊你？你快快说，你是除妖师，为什么不去灵仙镇呢？降妖除魔是你的使命，和我成亲也是你的使命，其他统统靠边。你等等，又怎么了？要是真的想和我成亲，我也不是不能答应，但我有个条件。你说，就算我还俗不当和尚，但我还是降龙罗汉降世，要降妖除魔，你得帮我唤醒金身呢。大哥，想要降妖除魔呢，不一定要有金身的。那有什么？这些东西呢，可比你那什么金身了不起多了。这是什么？这些都是我自己制作的纸壶，它有各种功能。这怎么用？这个呢是烈火壶。哦，厉害吧？啊！还有更厉害的，这个叫雷斧。这个厉害，威力十足。这个是什么符？这个叫定身符，就你昨天用的那个，只要贴在人的身上，一整天都动弹不得。一整天？只要不提前接下来，一刻都少不了。我们走吧。定。你干什么？快给我接下来。还真的管用啊，李修元，你李心元，唤醒金身是我的使命，婚约这事儿真的算。李修元，你个王八蛋，负心汉，你信不信我下次抓到你把你大卸八块。这里应该安全，告辞。燕北天在此，还不速速现形！姑娘，没事吧？姑娘，冒昧了。
小兄弟，看你面生，是从外面来的吧？妖孽，还不现形！你干嘛打我？怎么没反应啊？疼！哦，大哥，对不起啊，对不起啊，大哥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我弄错了，对不起啊！你给我等上，我喊人来砍死你！我砍我！做事不要冲动啊，大哥！你是不是搞错了？喂，喂，我。什么时候好、啊？不是他，你妖怪还不现形？你才是妖怪呢！哼，哎，你干嘛呀？欺负小孩子啊？对不起啊，大姐，对不起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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，大姐，你怎么了啊？哎呀，你有什么问题啊？你不帮忙也就算了，别玩我好不好？别抽风了，算了，不管你了，啊，我先找到金莲再说。灯笼，看看灯笼。哎，大哥，你知道金莲吗？金莲我没有，莲子我倒是有，要不要来一点？哎，走走走走。嗯。妈，我想问一下，你知道金莲吗？金莲呐，金莲就是我女儿啊。真的呀？是啊。哦，终于找到了，太好了！快把金莲给我吧。光天化日，你想拐卖儿童啊？啊，不不不不，大妈，我没这个意思。哎呦，大妈，大妈，哎，快来人呐！哎，我不是这个意思，大妈。快来人呐！有人要拐卖儿童。哎，就是那家伙，你误会我了，大哥，住手！怎么回事啊？保长大人呐，有人想拐卖我家女儿啊！大人，我是出家人，我绝对不会做这种事的。哦，那你可会除妖？小僧是除妖师。真的太好了，这下我们灵仙镇有救了。这位大师，我有一事相求，请跟我来。请。啊，请。各位，这是我新请的除妖师，大家慢慢聊。哎，啊，你们怎么在这里啊？这乌鸦嘴算的卦，从来都是好的不灵，坏的灵。我们担心老爷有危险，就来了。哦，你怎么来了？哎，静心姐姐呢？等会儿，又逃婚了吧？我就欣赏你这样的渣男。哎呀，秀元老弟，来来来来来。哎呀，你双目光淡，眉峰连锁，乃鸟困牢笼不得出之象。看来是逃不出静心姑娘的五指山了啊！喂，哎，修远哥哥，跑啊你！哎，我，静心，你这是干什么？放开，放开我！静心，我说过我们不能成亲，不要闹。你这是干什么？这个啊，叫一线牵。被牵上的人呢，只能听我的命令。我让你往东，你不能往西。以后啊，你休想逃出我的手掌心。哼！你别试了，这个一线牵除了我之外呢，无人能解。以后呢，你只能乖乖听我的话啦。哼，劈个叉！不行啊，你不是跑得挺快的吗？那我给你来个行的，跳舞吧。那不行。站起来，扭起来！你别太过分！哎，志新，志新，志新，啊，志新，
太过分了啊！过分，还有更过分的，脱衣服。啊，脱！啊，子晴，你，子晴，你，哎呀，子晴，你松开我，你放开我，松开我，你松开，干啥呢？啊，光天化日就这么迫不及待吗？啊，误会，误会。这不是银铃那死丫头那个干柴烈火丸吗？就现在都玩这么开了吗？你俩，我，哎呀，哎呀，哎呀，你来干嘛？我来干啥？不是，我找你俩开会去。三年前，我们灵仙镇来了一个大妖王，他残忍好色，要我们每个月送上一名少女做新娘，要不然就会杀光我们全镇的人。之前我们请过很多除妖师，可都一一惨死在他的手里，万般无奈。我们就只能屈服在他的淫威之下。明天又要送亲献祭了，这日子什么时候是个头啊？岂有此理！哎，光天化日，朗朗乾坤，岂如妖怪如此猖狂吗？听我的啊，明天根本不用去送亲。咱们直接杀入山中，直接把妖怪铲除就完了呗。不妥，大张旗鼓上山惊动妖怪，他要躲藏不出反倒麻烦。不如我们继续送亲，趁妖怪不备，杀他个措手不及。哎呀，刚才我恰恰就是这个想法，只不过让这小子提前说出来而已。镇上都是平民百姓，不宜去冒险。我们当中应该有人去假扮新娘。我去。姐姐，来来来，静心姑娘，你多吃点啊，来吃块鸡肉。真不能吃。我就让你吃块鸡肉，能咋的？公子，你吃。哎呀，挺犟啊！我发现你，怎么的就一口荤不吃呗？哎。我说，你既然不吃荤，喝点酒总可以吧？明天咱们就要上山除妖了，大家一起来一个呗！来，满上满上满上，来来干一杯！出家人，酒也不能喝。哎，我发现你小子怎么磨磨唧唧的？你不喝我喝。哎，好劲！静心姑娘，我跟你说啊。他们看见这小子吧，啥本事没有，事儿还多，你说连陪你喝个酒他都做不到。这么的，能不能重新考虑一下我？怎么回事？天气怎么突然间这么炎热吗？嗯，怎么这么热呢？哦，静心姑娘呀，人呢？来，你陪我喝两杯好不好？来，喝两杯。干啥？我，你别回去，别回去，回去回去。哎呀，静心。静心，时间不早了，我回去休息了。喂，去哪儿啊？去我房间里睡吧。我是出家人，不能和你一起睡。哼，想的倒挺美，进来吧。虽然我们有婚约，但毕竟没有拜堂，自然是不能同床共枕的。我让你睡这儿啊，就是想看着你，免得你又跑。乱七八糟的想些什么？我没有，没有最好。
你睡地上。明天你真的要去当幼儿吗？怎么啦？担心我了？我就是觉得应该还有更好的办法。我不会有事的，睡吧。干嘛一直盯着我看？没看你啊。明明一直看着，还不承认。睡觉了。吓我一跳，我小点声不行啊。公子，你听我说，昨天晚上我也是逼不得已。谁逼你了？静心姑娘好了没有啊？真漂亮，漂亮吧？我们走。静心姐姐，来。静心姑娘，没你的事，滚。是这丫头啥意思？你让我来干啥来了？你说干啥呀？抓妖啊！只要妖怪敢出现，我就让他知道本公子的厉害。对，厉害啥呀厉害？嗯，我姐姐饿了。我明白，我去。说的没你事儿了。我说我姐饿了，懂吗？他们让我给你送点吃的，坐下吧。我今天好看吗？这样一身嫁衣，只是你没看到。对不起。自从我知道我们有婚约，我就一直盼望着穿上嫁衣的那一天。我日日思，夜夜想，我想。
成亲以后就能和你一辈子在一起，就像小时候你对我承诺的那样。修元哥哥，我们回到像以前一样好不好？阿弥陀佛，我已入佛门，苏轼的名讳请不要再提。我偏不，你在我心里永远都是那个说要保护一辈子的修远哥哥，难道你忘了吗？既入佛门，红尘心往，曾经的李修远已经不在，如今只有佛门弟子道济。你到底什么时候才能觉醒？
穿着这样一身嫁衣，死在你怀里。不，不会。秀元哥哥，你能不能答应我一件事？你能不能亲我一下？静心姑娘的深情真是令人感佩啊。我跟你说啊，静心姑娘对你一往情深，我就不跟你计较。你能不能满足静心姑娘最后的要求？走，你就满足她最后的愿望。解开，不解。你一定要这么绝情吗？从今往后，我们再无关系。情况怎么样？我们出马，妖魔鬼怪一概铲除殆尽了。多亏了几位啊，今后我们灵仙镇终于有太平了。多谢，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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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谢。哦，对了，静心姑娘呢？哎，没了。你瞎说什么？我姐又没死。说酒没了，静心姐姐在回来的路上突然有点事情，所以就先离开了。没事儿。啊，那就好，那就好。哎呀，你们都平安回来就好。哎，好。哦，各位大师，今天晚上我准备了庆功宴，感谢各位的救命之恩。可以了。各位恩公，为了表示感谢，我替乡亲们敬大家一杯。干一杯！来来，干杯！来来来来，行，高兴，喝，喝，吃。讲啊，我只是让你破戒还俗而已啊！妖怪，放开我男人！梁文恩公，
我们这边的主要的酬金已经准备好了，请亲自过目。少爷，我先帮你看看。请医院去，我自己不会看呢。请。 我叫你女儿明天就要出嫁，这会儿啊正在家里试嫁衣呢。新娘子，奶奶，女儿啊，快起来，又喝了，没事，高兴。女儿啊，快谢谢恩人。哎，别！新娘子肯定很漂亮，不知道要聘哪个旧男人了。恩人见笑了，你这孩子。 还戴着盖头，多失礼！快让恩人看看你的模样。出事了！出事了！嘴哥。 现在阴灵和贵公子也都不见了，真的？去看看，这怎么回事？他们都被妖怪控制了神智，变成了傀儡。可惜后门还不是他们重要，实际上整个镇子都是妖蛊，我还以为是金身搞错了。 都怪我大意，阴灵和贵公子不会出事吧？赶紧去看看，这到底是什么鬼地方？进去看看。 最高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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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去死吧！终于有用了吧？这是觉醒万晨光想要伏魔护八方，佛光护体，罗刹精神，觉醒了。杀我！原来是你。这次被你做的事，没有。
为了成为降龙罗汉，才不得不把这份爱藏在心底。对不起。我谢你。小远哥哥，在你死之前，你能不能答应我？师父，道基啊，你悟到了？悟到了。我执着于清规戒律，想要降服万妖，救天下苦，却不知妖魔害人之苦是苦，阿尔求不得之苦也是苦。不救一人之苦，何谈救天下人之苦？若我一心救人，又何须在乎清规戒律？善哉善哉，菩提何来有正果？今日方知我是我，从今以后，你就是真正的降龙罗汉。
我要那个大的，香，师傅，吃一个吧，送给你了，谢谢。 咱们回家。